现在新冠肺炎疫情非常严重。我们今天一起开会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开会，怎么都没有人来？百臂巨人呢？他还在洗手呢。九头蛇呢？他口罩不够，无法出门。白眼巨人呢？他找不到适合他眼睛的护目镜。三头狗呢？他每天被大家遛，累得来不了了。那维纳斯呢？他现在每天在家照顾丘比特，都要疯掉了。战神呢？他刚从战场回来，在自我隔离。那我们有智慧的半人马呢？他每天忙着教网课，要准备好多材料。那你知道冥王海蒂斯那边现在的情况吗？他说虽然现在民间比较拥挤，但是他绝对不会封关。We hope that you are staying mentally, emotionally, and physically healthy during this difficult time. 我们一起加油！